知什么是宿命，身在江湖情仇难却，恩怨纷争是国之宿命，更是人之宿命。贫僧从吐蕃远道入境，此抓的也不是宋人，与你何干？在大宋的地方，凡是有人不讲江湖道义，都关我的事。乔峰此子非我族类，其亲生父母死于宋人之手。宋人与你的仇恨不共戴天，今日缘分到此，必须有人一死。走！宋人如此对你，就一点恨仇恨是那些挑起无谓纷争之辈。想到你的契丹人不要用大力的断剑来守着千疮百孔的大宋，我再不能契丹人也吃亏，不以宋人为荣。我守护的不只是这片土地，更是天下人的正道。